我们历经千辛万苦，付出巨大牺牲，获得了民主独立，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说到底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但是有的国家不甘心失去其霸权地位，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肆意围堵打压，谁发展得好就要遏制谁，谁赶上来了就要使绊子。宣读推动各国把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。今天金砖国家同50多个国家聚首南非，不是拉谁选谁选边站队，不是搞阵营对抗，而是打造和平发展的大格局。这些年，谢谢大家。